主料：菜心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蒜头、虾皮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菜心摘好洗净备用，蒜头排碎，虾皮洗净，热锅下油，将蒜头和虾皮下锅爆香，然后倒入菜心翻炒，再加少许水将菜焖煮，一直将菜焖煮至软，中途需要将菜反转，最后加盐和生抽调味后上碟，可以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：菜心上碟的时候为了好看，应该用筷子一根根的排好，再浇上菜心的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